Google 衛星地圖的縮時攝影功能近日公布歷來最大規模更新，配合更先進的人造衛星以及更強大的圖像處理技術，將過去幾十年的地球變遷、城市發展濃縮呈現大家眼前。這些畫面是屬於香港人的回憶，跨越世代努力的成果，几十年的进步现在可以浓缩到只是短短几秒。发展农地、填海造地、兴建赤立角机场、迪士尼乐园度假区，一步一步扩展。Google 早在2013年和 NASA 合作整合卫星地图，卫星照片一般会拍摄到云层，但是因为云层会一直移动，所以当时特别用到图像拼贴技术，结合不同时段的影像还原拼贴出无云的卫星地图，成为一时佳话。当时还推出了缩时摄影功能，可以将过去几十年来的变迁以缩时动画方式展现。這項服務近日有大規模更新， NASA 換了新的人造衛星拍攝，圖像拼貼技術亦都更新了，令到最終圖像更加清晰細緻，加上新增最近四年的圖片，令到縮時地圖動畫更加完整。好像迪拜填海造地、建造人工群島的過程一覽無遺，以及沙特阿拉伯在沙漠中央建造人工農地。縮時地圖還告訴我們，無論是美國阿拉斯加抑或南北極冰層融化，不是冰山一角事件。地圖變化不單止記錄了城市發展，還清晰展示人類活動對地球的衝擊。32年滄海桑田，每段影片都提醒我們變幻先是永恆，大家不妨想像一下，再過32年之後，地球又會變成怎樣呢？